space. Been weaker, it's been waiting for the right day. Like the right day ever comes, now it's Friday. And nothing. 我来看一下他们。哦，他们单点沙拉吧。哦，他是有单点的哦。来看一下，他还有我老饕推荐，还有一人独享的超级优惠，不知道要吃什么好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沙朗的哦。那我爸都是比较喜欢，我不是我不讲，我喜欢菲力的。然后我爸都比较喜欢那种沙朗或者是五谷的，或者是 T bone 的。你想要牛排这样子吗 ？OK， 他也可以，还没有，我们还在看一下。还有你这种有两个的，这个是有 chicken 的，然后还有 steak 的也有。小豹说，虽然感觉有点贵，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吃两种一起的。여기는두개같이있는거여기는하나어我爸想要吃，今天他想要吃 baby。 我看看我想吃什么，我想要吃妈，我想一下，很为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决定就吃这个好了。他们很妙，他们有爆米花，他们还有 popcorn， 还有饮料。你先帮爸爸拿一个饮料好了。先帮爸爸拿，你看爸爸想要喝什么？你觉得他想喝什么？但是他没有 ice 吗？好像没有。OK。OK。然后往旁边看，他还有咖啡耶，冬瓜茶茶包，要喝玉米浓汤。我要先喝完玉米浓汤，然后他这里还有那种，就是看一下，还有那个吐司面包。我先多烤几个，因为他们都很喜欢。Yeah， 先烤三片好了。我们的来了。This is ours。我的玉米浓汤。它这边还有沙拉吧，这边还有沙拉吧。我准备要来拿一下沙拉。有这种东西要下来没收。看两片。我的生菜耶。那这边还有很多小菜的。哇，这还有好像海蜇皮吧。我已经拿了一点小菜，再拿一点，这应该是海蜇皮。OK， 这样可以大家一起吃。它上面还有凉面，然后这边还有炸物，但太多我现在吃不完。先拿我的小菜跟我的沙拉就好。小豹也在拿沙拉耶，耶！你看，他们已经吃起来。小豹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对不对？我爸跟我讲说，他现在称赞自己拿了很多青菜，我也是青菜，然后拿了一个小菜，然后玉米浓汤，我觉得这样吃完应该就很饱了。要包刀吗？等一下是吗？对啊。有今天泡菜粉有一个新的做法哦。
好不好？那是什么？什么啥？哎，这一间比上次那家更多 buffet stuff。来，新加坡那个吧，会送的吗？근데지금까지는거기보다나은거같아지난번에여기사람진짜많아지난번에그렇게많지않았는데You need to open this to cover yourself. You need to open it to cover yourself. It will kill to your clothes. You need to open it to cover yourself. You need to open it to cover yourself. You need to open it to cover yourself. You need안심해신나보네보다는맛이달라솔직하게여기가훨씬더그부드럽고또샐러드바도훨씬많고 This is the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Yeah, medium rare. 완전부드러워 I want medium rare. No, you cannot. It's too raw. 좋다 내거를좀먹어我的是两种一起的얘도똑같아요안튀어我的是菲力加鸡排，然后我等一下分我爸一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都吃得到。那小爸的是一般的牛排而已，他现在正在切当中，然后他刚刚就已经等不及很想要吃了。This piece of meat is so big. Oh my gosh. 哎，掉掉掉，加辣了，加辣了。Look at this. You need to cut it. You need to cut more. Look at this. I'm gonna try it. Oh, hot. Wow.Amazing. It's like very bouncy. You tried the pasta. Oh yeah. I forgot the pasta. Too hot. Pepper taste. The pepper taste. You like here or last time over there? Here. Definitely. Amazing.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Oh, wow. 我现在用一个这个挡在我前面，因为我是一个超级会掉东西的人，所以我一定要。然后我已经先把我的分点给我爸了。然后我爸的那个是五分熟，然后我的是七分熟，因为我不太喜欢看到血。然后我的七分熟，其实我的七分熟，你给你们看，它其实它也是。还是可以看到红红的啦，你们看，七分熟其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它的盘子很热。我觉得我家的黑胡椒酱比较好吃哎，然后我吃的是综合，就是有蘑菇跟黑胡椒都有，然后因为有些人是喜欢蘑菇啦，然后我两个我不知道怎么选，所以我就各一半，然后。我那天跟我说，妈妈，这家真的太好吃了，我想要常常来吃。然后因为小豹，我在上一些才艺课嘛，然后那才艺课离这边不是很远，刚好有一次开车经过，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跑来吃的。然后本来我们刚刚还在想说要来带他们去吃什么，但想想说，嗯，这间没有吃过，想要带他们来吃吃看，而且。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他们的沙拉霸很难下，然后我后来发现说他们的价格比较贵，原因就是因为已经包含了沙拉霸的钱，所以我觉得也蛮值得。如果说你是有那种像我一样中学或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就很能吃的，那是超适合的。豆豆说，小豹现在又给我爸牛排，因为那个很多，然后我们还有鸡排，然后我刚才也是把一半的鸡排给我爸，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都吃得到。我觉得他们鸡腿很好吃，它鸡腿超嫩，很嫩。哇、wow. ，这是 chicken， 鸡腿真的很好吃。如果不吃牛的人，我觉得鸡腿排很不错。我看还有麻辣锅哎，这个里面什么？哦，这个是粥，还有两个不一样的粥跟中式的汤，然后还有。啊，卤肉饭，这个现在太饱，我没办法吃。但它这个东西很多，还有凉面什么的，还有水果，觉得很太撑了，我现在连水果都吃不下。然后它还有那种甜点什么的，你可以选，还有豆花什么的，很不赖，选择性的。吃完好不好吃 ？Very good。那你最喜欢 steak 还是 chicken 的？Actually, I changed my mind to steak.Steak? Yeah. 这个人刚刚吃完之后跟我说，哦，其实妈妈我比较喜欢吃鸡排。然后来讲完，他说，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变心，又比较喜欢吃牛排。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们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Bye bye.